多謝大家今天嚟支持香港仔，我係呢個戲嘅導演彭浩翔。多謝大家嚟支持香港仔，咁希望你中意我哋頭先嘅演出啦，我係支持梁永琪。多謝大家今天嚟支持香港仔，我係蔡健 Jacky。好開心又在優先場，又在朗豪坊，因為之前的電影成日都會來朗豪坊借票有沒有朋友是在朗豪坊之前借票見過的？有沒有？沒有低俗喜劇沒有人看過的？有看有看，不過你沒有跳出來。我沒有跳出來低俗喜劇當然是豪華看的嘛。是好開心今次拍了《香港仔》，因為其實這個戲是我等了很多年很想拍 的一個電影來的。在五年前有了這個劇本，很想講一段關於家庭的關係，和很想講一個關於香港人的故事。因為我成日一開始我成日在君樂道中見到路牌，有沒有人留意過那個路牌叫所有目的地的路牌？你是不是覺得很奇怪有條路告訴你他所有目的地，我是因為那個路牌所以覺得應該要寫一個這樣的電影。很開心今次第一次有機會跟到 Gigi 合作因為我一直都是你的 fans 來的。但是我感覺我又即一個 fans 拍一個偶像的人就會很想看一下那個偶像會在什麼狀態最好咁所以就好開心，真係好開心佢今次可以參與呢個。唔係，其實我好多謝導演揾我做呢個角色，我覺得佢有挑戰性之餘咧，其實好榮幸可以參與到導演一個佢夢寐以求想即係拍成嘅一套戲咯。咁呢個角色亦都俾咗好大挑戰我啦，好有發揮啦。咁所以多謝你啦，多謝曬。另外大家希望大家俾掌聲蔡健，蔡健今次係佢第一次參與電影的演出，非常之大膽的演出。因為是跑場嘛，同埋我都想多謝導演同埋主持一路對我的照顧，同埋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呢套好難得的港味好隆重的一套本土的香港片，多謝。係啦，咁我哋今日嚟到咧，就可以俾大家問一啲問題嘅。咁我哋有少少禮物係安排送翻俾大家嘅。有冇人有問題想問噶？如果冇，我走噶啦。有錯那邊沒看到。有錯我睇唔到。哦，由個 stamp 嗰度。沒看懂，為什麼沒看懂呢？你覺得他是什麼呢？什么？精神有问题？精神有问题啊！对啊，对啊，你看懂啊？你看懂啊？你是自己觉得自己不懂啊？好，你从哪里来啊？哇，很远。好，感谢你，感谢你。我们先送一个礼物给他。谢谢。对，有一个笔记簿，有个 T 恤啊。好，有冇有仲有问题？嗰边有位男士嘅。各位，你扮 Greeny 落水辛苦嘛？我是扮 Greeny 的，因為我自己很喜歡，很喜歡看了哥斯拉的戲，我每一拍都是我扮，除了落水的拍這個就是導演最好的地方。但是我告訴你，我為了 Greeny 的角色我研究了很久，說真的，我研究一隻變色龍怎樣動，我觀察了一隻變色龍很久，但他一直都沒有動，所以後來我覺得不如自己做。好，多謝你，多謝。仲有冇人有問題？上面喺上面最高嗰度，閃啊閃啊嗰個，係個後面最尾嗰個，唔好搖啦，唔好搖啦，係啦，唔好搖啦，唔好搖啦，係你，你問鯨魚其實整咗差唔多有半年，我成個鯨魚原本我喺泰國整，因為我一開始我揾到一個泰國嘅特技團隊，咁我話俾我嘅監製聽，我打算在泰國運一條鯨魚回來，他以為是我想在泰國捉一條鯨魚，他說不合法的導演會被人發現的，那我說不是，我整一條鯨魚。很開心我的泰國團隊他們花了很長時間去整，因為條鯨魚整條整完之後其實裡面還有機器在裡面，其實它有呼吸有動動會噴水，我的泰國團隊用了很長很長的時間去整，他們真的很辛苦很辛苦，在沙灘上面基本上是差不多露宿地整了很久，
咁喺泰國又一路喺泰國整咗半年，跟住運過嚟喺香港嘅又整咗幾個星期。咁其實真係好難得。其實喺電影裏面就見到咁短嘅時間，但係其實用咗好多人力物力喺裏面整。係，多謝。你理解呢位女士。最深刻嗰場，其實最深刻嗰場咧，應該就係喺拉麵店嗰度，因為最後係我講嚟講去都嗰句對白都講得唔好啦。咁後屘喺拉麵店，其實嗰場戲我得兩句對白嘅啫，就係古仔問我你點睇整容，我就嚇，跟住第二句就係你真係得咁。但係雖然得兩句對白，但係其實成場戲係包含咗好多意思，即係其實我終於都釋懷咗，即係我。以為我老公是接受不到整容這件事，咁所以其實那一場戲雖然得兩句對白，但是其實不是話咁容易做咯。咁我自己覺得導演是即係好有心思，就編排那一場戲是我同古仔的最後一場戲，係啊。咁做沖涼啦，當然沖涼都很難忘，係啊，因為都很大膽咁即係都叫做好像冇著衫咁。但係我想問一下，譬如呢位男觀眾咧，你記唔記得之前沖涼嗰場戲佢內容講啲咩對白？你記唔記得㗎？講咩㗎？你係咪第一次睇先？你第幾次睇㗎？第三次睇㗎。第三次睇，我唔怪之記得啦。我哋問大部分嘅男觀眾咧，第一次睇完傾偈咯，傾偈啊嘛，何止啊？就咁樣。阿蔡傑去個雪櫃度係攞咗啲咩出嚟㗎？係啊，係啊，唔記得嘅。好多人都記得佢。乜嘢啊？榴蓮。榴蓮錯啦。榴蓮出嚟嘅，係咯，嗱，證明完全冇留心，好分心啊，你好分心，係啦，真係唔啱。好，呢位男觀眾，係咯，前後邊嗰位。結，你講導演定我？結婚前同結婚後睇嘅戲，我覺得會有。問我呢個問題，我覺得唔開心。我覺得有分別嘅，因為其實戲裏面我做一個父親，做一個老婆，做同古仔做一對夫妻。咁其實有好多時我哋演戲嘅經驗都係嚟自我哋生活咯。咁有時係即係譬如好多係我同古仔一啲好私底下嘅喺呢張牀上面活動啦，三人訪問傾偈啊，即係如果冇一種好真實感受個夫妻之間嗰種自在舒服嘅話，其實可能喺呢套戲入面又唔會係呢個方法。咁同埋雖然套戲有啲場面比較大膽，因為以前嘅我都未必會去做。咁但係而家結咗婚，覺得無後顧之憂啦，點都有人要咗啦，咁點大膽都 OK 啦，係咪先？咁我覺得係個心態上係放鬆咗好多，所以都有幫助咯。好，咁最後真係好多謝大家今日嚟睇《香港仔》，好希望大家。我一路以為你送俾我嗰啲嘢，好希望大家支持一啲香港本土嘅電影。如果你喜歡《香港仔》呢個電影，希望你將佢推介俾你身邊嘅朋友。多謝大家，希望我哋每位觀眾好似呢位觀眾咁睇三次啦，好唔好啊？係咯，起碼啦。好多謝大家，好緊張。多謝。係，我哋散場嘅時候，我哋會有翻啲香港本土特色嘅龍酥糖派翻俾大家，多謝大家。